知道是应该是这家店，这家 R 开头的，然后这个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有一个大的商场，有很多卖珍珠的地方。他们这个酒店应该是2024年开始建的，所以 password 上面是2014。他们送了我们一个饮料，还要等20分。他们送我们一个饮料，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带水，所以就把这个饮料给带过去。看一下这个 hotel。现在我们过去，哇！你说的那个泳池吗？